大家好，我是 Evon、我是一名 event organizer， 在经营自己的 event 公司之余呢，也是一个孩子的妈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doTERRA 新品 PPSS。我之前的状态哦，身体状态几乎就是两三天才能够去上一次厕所，然后每次吃的东西过后，你就觉得很像肚子胀胀的。所以我自己吃了 PBSE 之后呢，感受很深。我是早上一包，晚上一包，然后我会感觉到排便更顺畅，然后几乎每一天都能够顺利的上厕所。尤其是在出国以前，我是更难的、更糟糕的。但是上个星期从那个韩国回来呢，在韩国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蛮顺畅，所以这是给我的一个很好的福音。再来就是我会感觉到整个人比较轻盈，不会很像很沉重啊、很胀的感觉啊，肚子大大鼓鼓的这样子的感觉不会。所以我会蛮推荐，如果你也有这种问题，想要皮肤美美，想要就是改善你的便秘问题，想要改善你的免疫力问题等等都好啦，那我都觉得说我还蛮推荐这个 PBSS 的。所以想要在这里说一声谢谢 doTERRA， 谢谢 doTERRA PBSS。